谢武宏老师哈，啊个白松文老师哈，啊，这对这个母仔囝的这个艺术展览。那么呢，咱的这个谢武宏老师一起陶瓷专长哈，啊，也妈妈白松文老师呢，啊，一起这个做这个春啊会哈。所以讲呢，这阶段的展览是用春啊会甲陶瓷的艺术做一个真好的这个结合。尤其是呢，伊将这个啊春啊会啊做做咱一个非常水的这个景哈。啊，也佫有主题，而且呢，部分呢，咱佫加从春兰花佮陶瓷啊，做一个真好一个搭配，等于讲是啊非常新的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创作。所以讲有遮关注准的创作啊，欢迎大家会当来佮咱妈祖文化馆来参观吼。在藉由这个艺术的多元的创作里面呢，我觉得说可以陶艺跟纯浪费去结合，或是艺术之间可以互相结合，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。那藉由这次展览呢，其实很难得能跟妈妈一起展览，那这辈子这是第一次。那很多艺术家他很少去跟父母亲一起办联展，那要对艺术一起喜好，然后去投入这样的一个辛苦的一个创作里面呢，其实是很难得的。真是讲，啊，我著看阮儿子咧做戏啊，我是讲，安尼袂歹哦，啊，我会使甲你摕来用我的迄个火插去，安尼观赏，安形容咱的心情咧无好的时阵看去，哦，袂歹，安尼讲阮囝爱做陶艺，啊，我火甲插去，阁袂歹，安尼心情很快乐这样。感谢妈妈在我这三十几年来的扶持跟抚养，还有对我的关心。其实学艺术的孩子通常比较叛逆一点点，有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一点点，那有时候就是会让父母亲担心。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，总是有一些想追求的梦想，那这个梦想追求过程里面总是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心力，那也不希望爸爸妈妈太担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好我自己的生活这样子。